英国王储查尔斯与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昨天晚上飞往槟城进行官访，抵达时获得首长林冠英跟夫人热情迎接。不过由于遇上大水灾，让奔波劳碌的林冠英身心俱疲，但仍脸带笑容接待查尔斯王储。林冠英也对招待不周感到抱歉。今天早上10:30左右，英国王储查尔斯抗力到访槟城耶角街贾碧丹回教堂，吸引大批民众聚集一睹他们的风采，现场也有大批媒体争相拍摄。当查尔斯走向民众握手时，一度引发小混乱，四名来自印尼雅加达的游客难得能和查尔斯握手，忍不住疯狂尖叫。英国王储查尔斯抗力此趟行程将在槟城逗留2天，之后再前往印度进行官访。